好。来。阿雄，阿柱，哎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哎，什么好消息啊？要开运动会了，赶快去报名。阿雄，你们要加紧练习啊，一定要去报名啊。哎，报名干什么？参加比赛。我也要参加。当然可以了。哎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不久啊，就要开运动会了，大家要加紧锻炼，个个都可以参加比赛啊。什么时候报名？今天起就开始报名。过来，阿雄，你参加哪项比赛啊？大象伯伯，我又不会蹦，我又不会跳，你说我参加什么比赛呢？那你就参加越野赛跑啊。他又跑不快了。那不要紧，只要好好练，会跑得快的。好，我就参加越野赛跑吧。好。阿雄，阿柱，你参加什么比赛呢？我还不知道，让我想一想。那你也参加越野赛跑吧。赛跑？我太胖，我跑不动。大象伯伯说，好好练也行的。阿柱，快一点，想不出来就不用参加了。干嘛我不参加？我就要参加，我还要参加赛跑呢。请你给我报上名。好，走。嘿，哎，你们看，这是谁来了？准又是他得冠军，没有问题。于冠军，你这次又是参加越野赛跑了？你还是参加啊？那当然，他又要得一个大奖章了。这次还有谁参加比赛啊？还有阿朱、阿雄。哼，这次比赛太没意思，对手太差。我看比不比都一样，反正冠军总是你吕冠军得的阿柱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练赛跑。你们要好好练呐，我
告诉你们，吕冠军也参加赛跑。啊？吕冠军？他也参加了？不要怕，只要你们好好练，一定行的。好了，你们好好练吧。那我们赶快练吧。练练行吗？不管行不行，预备，好。李冠军，你也在练赛跑啊？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啊！原来是在画像。你怎么还不去练跑啊？你知道吗？阿雄、阿柱，他们早就在练跑了。哼，这两个傻小子，让他们去练吧。就是练上十年也是白练。那不见得吧？怎么，你不相信我会得冠军？可是你忘了。上次的这个是谁得的？吕冠军，请你不要动，我没办法画了。真气死我了。
运动会开始。来吧。大家注意，赛跑现在开始。各就各位，阿朱，来。各就各位，等一等。预备，慢着，啊，我还没换跑鞋呢。阿雄、阿朱，你们不要怕，好好的跑。哦，预备。阿柱，不要着急，不要性急啊！预备，阿柱，快起来跑啊！吕冠军，你怎么还不跑啊？让他们先跑一会儿吧，我有把握追得上。哎，你给我拍张照片吧。不行，我要给跑第一的拍。你们快跑！冠军，阿朱，不要怕，加油跑！加油！
让开，我来了。慢慢的追吧。你们不要泄气，赶快追上去，追。好，追上去，追。才跑了一半就把你们扔远远的了，我看你还是去歇歇吧。冠军，你真行真行，来，我来给你拍张照。不是，这是林冠军的，不是，这是林冠军的，不是，这是林冠军的，不是，这是林冠我说李冠军，你怎么还不跑啊？还早呢。哎，现在你可以给我拍张照了啊！别急，等你跑了第一，我一定给你拍。这还用得着等吗？李冠军，啊，我来给你拍，请准备。哎，等等，奖章不见了。啊？那不行，我来帮你找。丢到哪儿去了？大奖章，大奖章，会不会掉在这里？一定是掉在这里。替我找，我追上去。哎，你倒是解开呀！
股摔疼了。那我扶你走走。不用了，你先走吧。好，我先跑。阿雄，我来给你拍张照。阿朱呢？来，一起拍。哎，吕冠军呢？哎，吕冠军呢？ No no no， 他在那儿。哎，吕冠军，小伙子，可别再骄傲了，以后只要好好努力，还是可以争取得冠军的。来，一块拍照。